毛肚大家都很喜欢吃，今天呢我们就来尝一下网上买的毛肚，一共花了90块钱，看一下怎么样，如果还不错的话就还不错吧。哎呦，看起来还行哈，拆开看一下。 OK， 就饭店毛肚多少钱就很贵啊，那玩意就在网上买这么一坨90块钱，就你们觉得值不值？反正我就感觉挺值的啊。哎呀，看没，这就是一个肚，下边呢也能单独卖钱，就这个东西你们可以自己在网上搜一下买一下啊，这个买的还行，这样撕下哎就可以涮，可以涮也可以做冒菜啥的，就下边也可以切吧切吧炒一下，当然也可以涮，就我们就简简单单做一下，反正好久不吃毛肚了，今天我们就吃到爽。太炫了，嗯，不错啊，不错，你们学会了吗？跟之前做法略有不同，但是基本上差不多。味道真不错，这不就吃到爽了吗？这个在网上买的话确实是很值，这个呢是下边的底板，也很好。哎呦，这一盘呢我只用了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可以涮火锅，你们觉得90块钱值不值？跟饭店比起来就很值，就你们就学一下我这个做法，不要太好吃。